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间是宝高路的公寓三楼，它是低总价的公寓三楼，那靠近这个宝高智慧园区，正在新建。那这间的话呢，它是标准的格局，方方正正的，厕所有开窗，然后前后阳台有保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宝高智慧园区之后会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，那如果想要在附近买一个自己住的不想租的话，那这一间可以考虑一下。标准的格局，双卫浴都有对外窗，我们这间是边间。那主卧室，后阳台看出去有绿树，很舒服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